沿承着丹罗国的千年历史，保存着不屈坚韧生命力的地方，火山活动造就了远古的神秘，清净自然生生不息，万物繁盛的土地西归浦，岛屿曾是祖先们走向外界的羁绊，现在却成了我们新的挑战，成了我们新的希望。全世界的宝藏，西归浦市。鬼斧神工，天造地设的自然环境可谓美不胜收，举世无双。西归浦被教科文组织评选为生物圈保护地区、世界自然遗产、世界地质公园。成山日出峰，表扇海围彻海岸，巨岩海岸圣地，中文大埔海岸柱状节理带，瀑布、山房山和国土最南端的马罗岛等景点，映衬出世界七大自然景观的桂冠。西归浦已经走出大韩民国，成为了全人类向往的观光圣地。被誉为世界环境宝藏的哈农喷火口也位于西归浦。哈农喷火口是五万年气候变化历史的见证人，它依然默默保持着不变的恒古风貌。虽然哈农喷火口的面纱现在还没有完全揭开，但通过复原和修护，它必将惊艳世界。特别是在有环境奥林匹克之称的世界自然保护总会中，保存和修复哈农喷火口提案被采纳为大会议，整个西归浦市可谓大型国际会议活动的圣地。位于中文的济州国际会议中心，举行过韩国东盟峰会、世界自然保护总会等高层次国际会议。表扇面则是韩国唯一的国际论坛济州论坛的举办地。西归浦还是体育中心城市，偶来小路掀起了不可阻挡的步行热潮和慢速潮流。无论您如何想象西归浦，西归浦总在您的想象之上。拥有独特地区文化和艺术氛围的西归浦市，随处可见的石墙，祖先们在石墙围绕的房屋里出生，到石墙环绕的农田耕种，最后回归到石墙守护的坟墓结束一生。石头文化现在被指定为韩国国家农渔业遗产资源，济州方言被教科文组织列为濒临灭绝语言，这说明全世界认可了济州方言的价值。西归浦保存着海女文化、民俗信仰、茅草屋、陶瓷、民谣等多种有无形传统文化。朝鲜时代的书法艺术大家秋史金正喜曾在这里度过了八年的流放生活，近代画家李仲燮移居到这儿，在这片土地上创作了大量作品，天才画家李仲燮在修建成了作家的散步路，这条路上陈列着韩国著名艺术家的40幅作品，可谓没有屋顶的美术馆。漫步在作家的散步路上，您可以沉浸在浓厚的墨香中，尽情感受高品格文化观光的韵味。在自然中感受疗愈，如同走过漫长的冬天，走向烂漫的春天。如果您想体验一下幸福的疗愈世界，请到西归浦来。这里有风景优美的西归浦市休养林和红月自然休养林，在这里您将沉醉在千年自然的深沉魅力中。两三年后，您可以在十月一带的森林中感受身心放松的疗愈感受。中国的秦始皇为寻找长生不老草，曾派徐福来西归浦，现在这里正准备建设成为韩国政府指定的文化休养特区。如果您希望得到高品质的休憩，如果您梦想回归农村开始田园生活，如果您渴望拥有高质量的生活，西归浦市将尽力解决您的烦恼，为您的人生增添一份美丽的色彩。梦想与希望的西归浦市。西归浦市是东北亚最佳清净地区，
这里生产各种各样的农水畜产品。大靖、城山、安德和表山地区种植韩国最高品质的越冬萝卜、胡萝卜、大蒜、土豆、桔梗等蔬菜。南原地区一带和东部地区栽培着柑橘和种类众多的水果，带鱼、青花鱼、玉雕等水产品，及黑韩牛、黑猪肉等畜产品，受到韩国广大消费者的好评。西归浦市人口自2010年开始持续增长，为西归浦增添梦想和希望的人越来越多，外国人不断增加，因而清脆的啼哭声不时传来。西归浦市 1.53 名的出生率远远高出 1.24 名的全国平均出生率，西归浦市人口逐渐增加，活力四溢。根据统计厅资料，2012年西归浦市的就业率达 74.4%， 居全国首位，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例较高，纷至沓来的游客带动了工作岗位的增加，西归浦逐渐形成适合年轻人就业的环境。到2015年，将有9个政府机构搬迁到西归浦革新城市，正在建设中的英语教育城、健康护理城、休养型观光园区等项目，也必将带来更多的工作岗位。在每日偶来市场等8个传统市场上，您可以买到新鲜清洁、物美价廉的农水畜产品。每日偶来市场周围的中正路，游人众多，您可以享受边散步边购物的悠闲。大靖邑、安德面等西部地区正在推进英语教育城、大型国家投资项目及民间资本项目，为西归浦新的飞跃做坚实的准备。南原邑、城山邑、表山面等东部地区实行城山日出峰等自然景观与居民收入挂钩制度，正在探索全新的发展模型。西归浦市的希望和未来在于所有市民，每位市民的素养、能力及成熟市民意识，才是西归浦市最珍贵的宝贝。有了市民们的支持，我们的梦想才会插上翅膀飞向远方，西归浦市的神话才会继续发展。谢谢。